么看不懂啊？嗯哼，突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g 小工坊，有小伙伴提醒了，我听不懂啊，我想再看一遍。那白富美呢？喵。那男屌丝呢？嗯 ，no。女屌丝。那个刚才那个男屌丝就看不懂啊。男屌丝，女屌丝。哈，哇。那大龄女屌丝呢？嗯。那超级女屌丝呢？给熏坏的。不过你们说的进一步的检查是怎么检查的呀？森森，麻烦你泪扣扣一下。哦，有这一坨。反正这么一个文章是赶不上飞机了。去榆林的飞机啊，一周只有这么一班。哇，可不可以的？整个公司可不可以的？就要毁于一旦。高原，你为什么误了飞机啊？你不是过了安检点吗？还没有什么事比你。
头发呢。这怎么没有啦？卡住啦。怎么突然放不出来了？女巫，我的天，刚刚还能放出来的，重新来过。要看暴走大事件好看还是这个好看？为什么暴走大事件好看一点？欢迎九九，哇，九九你都黄金三啦，九九你都黄金三啦。